那你想怎么样？读书、考试，上好学校，想变成最聪明的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谁干的？啊！ 高考完了，你就变成大人了。但是，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。那说好了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 再见，陈念欠小北一次。你相信我吗？但是没有人会为了另一个人考上强奸罪和杀人罪。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如果再来一回，你还会这么做吗？问你话呢。